这群台湾人啊，真是奇怪，出来个四天三夜呢，找不到槟榔钥匙要喝。找到亲人，好不容易在厦门找到了啊，你看看。还有保利达，还有保利达，笑眯眯，笑眯眯哇！哎呀，好开心呐、啊！对啊，买到槟榔就精神超好的。买到槟榔精神超好的，你看。哎，这位大哥，你发言一下，找到槟榔的感觉，请您发表。啊啊、这边这边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像开心吗？开心了，开心了。哎，从泉州找到这边的。好了，厉害厉害。哎，宝丽达，宝丽达找到了，谢谢。宝丽达找到，就开心。白痴。好啊，你回家嘞？啊，回家嘞？这房子就是这样，你要这两天。你看那家庭，今天第三天呢，对，好好笑哦。你亲戚有喝啊？我要买很多的哦，现在怎么喝啊？